艺术大学的时候，我申请信，我是写，我要念商业社，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毕业后回台湾，绝对只能做商社，因为只有商社在台湾才可以赚钱。教授把我叫过去说：“哎，安娜，就是我不懂为什么你要选商社，你明明就是不适合，为什么你要做不适合你的事情？”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其实我最擅长。”会是创作跟以我自己为主题进行拍摄，这个是有关于我的投射，所以这种的话也算是自拍的形式。这是夹冰块的钳子，然后后面是被这个夹子钳子断头的玫瑰花，对，里面的玫瑰花就是代表我，对，就像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回忆一件事情，或者是。往回看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我们明明好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会被这么残忍的对待？所以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跟我过去的回忆或是情感有关。我会希望他就是任何一个人在看都会觉得，就直接被情绪所吸引，而不是被物件所干扰。这是我创作的一个方法。这边是暗房，你自己来看看。只要追溯到圣灵发明那一年，就1839年，对，所以直到柯达出现之前的这段时间，古代的人印照片的方法就叫蝴蝶线。那时候呢，其实他们能用的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，有机器又可以 copy， 因为他们只能用太阳光。紫外线来印照片，看到它有一个影子，哇！居然可以把照片自己用笔刷，就是笔刷，刷在水彩纸，或者是玻璃，或者是木头，或者是就是任何就是可以吸附水的材质上。然后呢，只要放到太阳光下面，你的照片就会印在上面。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神奇，用清水洗就好了，你就会看到它慢慢的、慢慢的没有被晒到的地方就会黄黄的，就会渐渐不见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晾干，然后可以当成邀请卡或者是书签。洗干净，确认都没有黄色的残留物之后，滴干，然后就拿在这边晾就好咯。因为我的照片都是跟情绪有关，所以我觉得情绪它不会是那么清晰的，它甚至是可以有一点模糊，甚至不清楚，甚至有瑕疵。然后古典显影的话，你其实用笔刷在涂感光无际的时候，你就一定会留下人为的痕迹。我觉得这个就跟我的感情一样，就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瑕，而且有数据可以当做一个准则的。台湾之后，我就有发现古典显影跟暗房这件事情，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，他们对于我印照片的这种媒材完全没有接触过，所以我才会有想要推广古典显影这件事的想法。刚好，我跟我在旧金山的一个学姐，我们有共同的理念，所以我们才会一起办一个工作室。我们的目的是想要分享古典显影这种印照片的方法，并不是就是你印照片一定要印表机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手印制一张，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。